开场。嗨，大家好，柯P开场了。哎，今天要干嘛？啊，今天哦，介绍一下，介绍，介绍。好，奖牌，泰山丢奖牌啊，中奖牌了，奖牌一枚，最后一名。哎，我靠，很多问题。哦，对啊。啊，都没有我的、啊，所以其实我不用出现吧，对不对？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今天感谢季，哇今天感谢季哦。我比较少直播了，不知道要讲什么。喜欢男生吗？帅的可以喜欢一下，没关系。哎，我喜欢女生了。一共要求苦瓜妹直播了。苦瓜妹直播，看她要不要啊？叫工作人员来答谢一下。哦，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没订阅的赶快订阅。赶快订阅。人家说我还在，还没走啊。好、哦，我还在在这里，还没走。你还有在剪片吗？对，我还有在剪片，我还有。靠腰好像全家福。你觉得？全家福。啊，你就把你单纯听啊。对啊对啊。啊，等春天来。等啊。啊，春天那也叫你管啊。大家晚上好啊。哎，老师哎，听到这个笛子声，你跟你马子会不会兴奋？哎，其实已经31了，是不是？对啊，31。怎么隔那么久？31万的订阅，感谢季。然后今天这个我们穿这个有没有红杆随人哇？好漂亮哇！有拍到吗？有哇！红杆随人，红杆随人。柯P泰山队小事有没有不爽的点？我先离开，我让他们讲，我们关起来，好不好？让他们讲，你还是会听到吗？还是会听到，我们在重播。重播。好，我们泰山有统计一些问题。第一题就是大家最想问的。第一题，大家最想问是什么？看啊，一见面就这样哦。你跟老板一见面就这样处理下去。爱情故事，爱情故事。我想这个问题我想过了，因为太多人问了。我跟这个老板娘的爱情故事有没有？好、嗯，我们会做一期专门的视频，并且放在会员频道、跟大家分享。哎、欸，啊，记得加入会员频道、啊，好不好？这下一题，场内总共有几台车？场内总共有几台车？小师有没有考虑换大一点場地？小师有考虑换大一点场地吗？哦，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生硬的问题了哈、嗯。我们现在目前车大概200台左右了，没有大一点的场地可以找，再大都不行了，好不好？再大也放不下。红杆的钥匙圈有考虑量产吗、這個？这个他想的。阿呆，红杆钥匙圈有考虑量产吗？好，好。哎，对啊，干娘，你两个人地赶快无啊，你怎会是排挤我？无，无啊，无，他妈大嘴鸡嘞，对吧？拢看那两个讲好，拢无挂我哎。你看，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公司，你看，永远他妈的，老板这怎样都是被排挤的啦。有一台丘比特让你赔惨惨的故事，可以讲一下。哎、欸，干！为什么他们知道丘比特赔惨惨？你讲过啊。哦，一台丘比特跟他坑两档吧。哎、欸，一台丘比特这样我还记呢，我还记得一两下赔20-30万呢。我想你。一台丘比特大概放2年了、啊，赔20-30万了，已经忘记了，太久了啦。这没有什么故事啊，就卖不掉啊，车就卖不掉啊，不干掉一直坑啊。我跟你讲啊，没给钱就不算嫖，没卖掉就不算了啦。坑十年嘛，我那个坑的绝对没料。对。啊，你知意思不？好、哦，那台车成本50万，你放到10年后，你还觉得它有50？嗯，中古车业印象最深刻的是，来柯P，这交给柯P。中古做中古车到现在，哎、欸，柯P你做几年啊？你才几年啊？差不多吧。最深刻、哦，最深刻的什么事情？最深刻。有一届有无？你会记得咱以前伫油桥遐的时候？对。徛咧遐，我靠，油桥遐有一个男生载着一个女生骑摩托车，然后女生穿短裙，然后他跨步要上车啊，看到黑黑脏脏的东西，你有没有看到？我没看到。看到我有看到啊！你有看到？我靠！啊！我靠！我水鬼干啊！我记得你在边啊！吼，一个矮矮的走路，大裤大裤，啊，穿短裙，啊，要进入我干啊！啊啊！那乌的，那鬼脏的，你有看到？没。啊，好深刻。这我印象真的很深刻啊！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啊。小师跟柯P的关系。好，我跟柯P就是以前的老同事嘛，然后就绕了这多年很大一圈，然后两个又在一起工作，所以是这个认识。柯P以前是我的金主啦，但我以前在缺钱的时候在柯P挡，哈哈哈哈哈，我杀就出力姐，哇，跟这个我魔鬼啊，柯P算地下总司令，你知道吗？地下司令，我只是挂名的而已，
没有，我是猪油仔，我的兄弟。猪油仔。对啊，对，我这个学姐的。猪油仔吃饭就收了钱。对对对对对。哎呀，对对对对，赏个面子啊，面子啊，面子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这个柯P是真的认识了很久的这个好朋友啦，所以其实哦，在这边工作也没有当做员工还是什么，就是当做朋友这样子而已，就是哦，边工作边玩这样，对啊，虽然是蛮辛苦的。我们有没有机会跟木曜合作拍一日系列？那当然昂对不对？咱是那么卡小，哇！你们再冲个60万订阅，可能就有机会。对啊，那个我们过百万才有可能吧？破百万呐、啊，好不好？请小师柯P泰山大家唱一小段主题曲，主题曲之后我会唱，他们不会唱啊。泰山你会唱吗？我还不会。那你会唱的，你随便唱唱两句，你会唱的。哎、欸，人家抖内750哦。那不唱一人没有唱个两三句就不行了。我啊啊，我没唱过。来一首平井坚的。平井坚。啊，你都已有过一天。过来。过来啊。没给力啊。平井坚我不会。好，看那你跟我说你会什么？莱恩塔。SMAP 啊，进来进来，后面躲那一只来，你先加唱啦，我会唱啦，唱啦，霍林加啦，加一下，加啦，嘿，加啦，我过来过来啊，过来啊，加啦像没有，你过来啊，加啦我一样啊，哎呀，过来过来，后面啊，加啦。不要再闹！频道很少介绍 Focus， 不过听说是店里卖最多的，可以认真讨论一下二代到四代的 Focus。二代跟四代啊，二代、三代、3.5代、四代，当然是越新的越好啊，这是一定的。然后只是说二代的现在已经店里也没再卖了，因为二代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了啊。现在我们店里只有卖到哦2.5代、三代、3.5代。好，四代嘛，啊，一代没代的，你也知道，改款嘛，越改越新嘛，问题就越来越少。也不能说二代不好，二代就是因为年纪到了，哈，05年跟15年如果状况都一样，大家就买05年的就好了。啊，我常讲啦，越新你开的时间就会越久，所以没什么问题。因为 Focus 大家都很多啊，没有去特别去拍这个的片啊。你不相信，不然你买回去开看看就知道了嘛。来被冷的，对啊，被冷的，对吧？三姐，这家朋友过来。好啊，那个泰山分享一下，从这个二代 Focus 跳到野马的心得好好。跳到野马的心得。对啊，现在叫我回去开，我可能不会开 Focus。就像柯P讲的嘛，你大排气量开习惯了，再回去开那个1600、2000的，可能不习惯，就踩下去，哎、欸，怎么还在原地不会动？那现在真的野马比较平民，它会跑。会啊，真的假的？真的啊，那开车开那么快、啊，他开过、啊，马力比较大，比较好吹了，开起来比较快。对，现在又有心灵马力嘛，对不对？啊，对了，对对对。销售员如果这个不是不当业务的话，然后如果又不推销车子的话，那要怎么销售员怎么赚钱，对不对？照年资算吗？我们还是有啊，我们卖一台车还是有固定的奖金啊。啊，只是我们这边不需要强迫推销，我们这边就跟这个你去其他的买电器的一样啊，别一直塞一直塞一直塞啊，好不好？欢迎光临，喜欢都可以掏看看哦。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哦，你啊，你不能报废公司，哎、欸，奇怪，怎么那么多羊妹妹？有没有？我跟你讲，有什么事？你什么事？对啊，我们这个服务员就是你来看车啊，你有问题你就问嘛，好、哦、啊，解答不出来就问我嘛，就那么简单啊。这服务专员只是要把问题啊陪你去试车啊，帮你签合约，帮你加装什么东西，办手续，对不对？就服务你而已啊。好、哦，哎、啊，不用强迫推销啊，你爱被不被红干水冷啊？不是啊，不是好吧？不行不行，我们是做服务业，不能叫人家红干水冷。对，有缘的话，这个大家在交易嘛，对不对？不会啦，还是有薪水啦，我们。有底薪啊，对不对？然后一台车也会有几千块的奖金啊，好不好？才30万，因为你们都没订啊！妈的，再讲一次，没订的都倒洋。觉得可以出一个材质好的黑人潮梯。材质，我们现在材质是很烂，没有很烂啊。我们纯棉的、欸，哎、啊，台湾制的，你搞。
版型也这么大，对不对？人家不做大版型，泰山穿不下啊。会啦，衣服啊，我们陆续都还是会出啦，好不好？来啊，再来一个。为什么卖出的车子不是写已售，是写停售？已售跟停售是这样哦，因为打停售的意思是啊，有时候人家已经下定了，他可能贷款不会过，等起新兵把杯老爸老母无答应，来的时阵公交会准你，等的时阵罚跪，好不好？对对对。哇，有这种的嘛，对不？哦，还是讲啊，来的时阵提供啊，抱歉，这个我家的孩子哦，精神上面有点问题，他可能妈傻乎乎的跟你订啊，你别个都贵叫你未来讲哎。哦，有我听过。啊，妈你订车订完回去，他妈的爸爸叫立伟来讲说，他妈定金可不可以还我？看这是起码什么样啊？你家才个二十几岁啊，签一张合约，无准成安尼哦。叫立委来就无准算啊，就对啊啦，哈！立委是要立法的，还是要来违宪的？我就杀无啊，对吧？我们也没要吃人家定金呐，只是也不用那么大费周章嘛，找议员、找立委来，那冲啥想？动作林北这边黑道堂口一块，堂主，你堂主，堂主发糖果哎！你我最了不起棒棒糖而已，你要发什么糖？已售跟停售的意思是这样啊。对啊，停售可能会觉得说还有转机，有机会这样嘛，哈、哦。买车有五倍券优惠吗？没有呢，我没有去申请呢，因为我怕那个不会分真的还假的。对啊，要经济账报型我们讲 gay。哦，有。对啊，那个以前那个做伪钞的有没有？我的印被抓到嘛？啊，记者就问他啊，你为什么要印假钞？啊，学生说因为我不会印，我真的真的印不出来。啊，为什么印假钞？因为我真的印不出来，我不会印真的。对，下一个，下一题来。哦，欸 ，US 几百块呢？哇，欸，这几百块的 US 我认得哦 ，US 我认得哦，这个是国外的朋友吗 ？Hello， how are you？Hi, thank you. This is a book. There is a trail. How do you do? What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Oh, what time is it? This is a pen. This is a pen.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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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pen. 看来你只会讲这个而已。好的。谢谢来自美东的支持。谢谢。好，来下一题。要开放抽奖一台车吗？一台车吗？开放抽奖一台车，我有想过呢。可是我觉得，万一抽到的人他已经跟我们买车了，或是他没有需要啊，他要把它变卖掉，那我就直接抽钱就好了，靠腰了。他再卖给你？对啊，怎么又卖给我？啊小四我抽到了，啊我可不可以直接换现金？啊我不管你收回来，对吧？啊刚刚没啥意义，要直接抽钱的话，啊抽购车金也可以啊，抽到就抵这个购车抵50000，然后抽到以后他来买车，每台车都高50000吧。啊，是妈的，车上惯用手法。好，下一个，下一个来。小师跟馆长合作过了，啊，下一个最想合作 YT 是谁？我想过很多呢，其实我蛮喜欢看脱口秀，但是其实对啊，脱口秀跟我们好像不太好，可是做连结，你知道吗？我想过啊，是不是有一些脱口秀演员可以跟我们在这个车上试车路上讲脱口秀也可以？那个伯恩还没红的时候，其实我找过他业配，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就是蛮厉害的，我就有传讯息给他，他有回我，我说哎、欸，你有没有考虑要这个帮忙业配一下，讲个段子啊或什么？然后他就问我说那多少钱？我说我也不知道啊，看你开多少钱。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没接过，因为那时候还不红，哦，他没有接过业配，他也不知道开多少钱，他就这样不了了之，然后他就红了。柯P，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解决车子静电问题？哎、欸，后车厢那边可以装一个，就是一条线，把它拉到，把静电把它放掉，放静电的啦。因为有些车很奇怪，就是一定有静电的问题，就打开门就会电到。啊，这个东西就不一定啊，因为静电有可能你穿的衣服都有差，所以就要放一个专门放静电的，把它放掉就好了。啊，接地也塞嘛。第一次啊，伊就是爱看你头壳，伊头壳头壳。我开门时，我一只手摸头壳，啊，一只手开安尼，会使。应该是会使，但是你安尼做嘛？啊，无我就裤脱掉啊，我有一个物件拖头。我给你打掉。拖头，拖头啊，接地嘛，接地才开我的门。对啦，怎么坏我都就给我渐渐颠掉哎。下一题哦，哎，柯P的车为什么都不自己叫料自己换，要给人家弄？啊，这个对你来说应该都小意思。对啊，因为大家喜欢看我花钱嘛，花越多就越好啊，对啊。其实这样讲呢，因为自己叫料也可以啦，可是一般来讲，因为我本身不是做引擎的部分啦，你说会没有很懂啦，大致这样，对啊，用嘴巴修车比较厉害，也不能说小意思啦，因为花钱还是蛮多钱的，所以大家帮我多抖那一点，我就可以花更多一点。柯P持有宾士以后，你到目前的花费可以分享。
想知道改装跟日常保养的花费。保养的话，大概我这个机油比较多罐，第一次是八罐，第二次七罐半。其实保养都比较便宜，我买了回来才保养大概两次而已。其实改装的东西大过于保养，但改装应该花了十几万了吧？我要死我了，对吧？开十几万了吧？还没花完啊，对。区区关注就知道了，我多有爱啊！你看泰山也是花了蛮多的，差不多了，对啊，跟你差不多了，对啊，差不多。你两个拢点点咪开钱，那妈的！你看为了要拍影片给你们看，两个一直花钱，一直花。哦，下一题，下一个来，这也是老问题了，老问题。为什么不收纳智捷跟韩国车？可以分享给 YT 的大家知道。好啊，来，还有什么不收的车？讲很多次了啦，没有啊，就是纳智捷就不喜欢这牌子啊。哦，我先简单讲，不要讲太复杂。纳智捷就是不喜欢这个，单纯就是不喜欢这个牌子。这个原因当然是很多了，包含一些这个大家就常知道的这些关税补助的这些问题啊，后勤的问题啊，这个我就对这个牌子就很头痛。我之前其实卖过纳智捷，卖过两三台，你啊每一台都狗无赛就卖狗哎，MG 电动娃娃们一去问都几万的，他妈我受不了。然后这个韩国没卖是。单纯就是不喜欢韩国的东西，就这样而已。因为我包含我自己也没有在用韩国的电器啊、冰箱啊、微波，就是很单纯的这个民族性的问题，也没有太大的原因，就单纯是这样。就是那个哈、哦，大概在郭李健夫那时候，是不是？太远了，那个很久了、哦。反正就是他妈的，就是什么跆拳道打棒球那时候开始，他妈赌完到现在、反正没有，我觉得这很简单啊，也没什么，就是单纯的我不卖也没关系嘛，对啊，那单探级就重要哎啊，好，反正就是反正几个厂牌拿起来，我们也 OK 嘛，好，你自己让鬼了后啊，混血黑人标到底要怎么的？其实那个要很多人要，我知道那个要卖哦。很多人会买，可是我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有滥发哈，就通常就是给这个跟我们买车的客户有跟我们要，我们都会给他哈，就是这样啊。我本来是想说我们有小狮汽车的那个贴牌，对啊，我本来我们每一台车都想贴，但我这个人哈，我这个人脸皮很薄，我觉得我们如果每台车都贴，然后他回去把它撕掉，我会很伤心。哦，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被，我们又不是中华兵士、台湾兵士，人家贴的觉得很屌。范德哦，人家干掉我就缺位，我塞范德，我台湾兵士安诺、我们是小狮汽车的。干掉哦，好丢脸哦，拔掉，这样我会受伤，所以我就后来就没有贴，就人家有药我们再给他就好了。好，我们不要热脸贴冷屁股。老师与小乔和美力气什么时候会复出？会员频道开了，我们就复出了。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我后来发现不是每个人都想知道我们在干啥，对吧？我刚才那你两个出去吃饭，冲啊小高跟我秘书哦，立夏，对吧？比如说嘛，那以后我们有会员频道，就代表这些会员都是想看我们的人嘛，对不对？哦，平常这个阿哥跟他妈泰山出去拍网，哦，两个稍微讲。冰的影片，对不？还是阿呆跟相哥传梅亚出力，你知道冲山小朋友，我要不会，阿爹要不要偷拍？对对对对，对不？用个企划嘛，啊、哦，这个之后会有一定会付出啦。那、这样我们确保说，加入我们会员频道的人都是想要看我们的哦，对，日常生活啦，还是一些这个花絮啊、片段啊。小我们的 Selica 什么时候要重生？有啦，还是有继续在找。我跟你讲哦、喔，现在修理厂大家都蛮屌的，都蛮秋屌的，你知道吗？大家生意都很好，所以哦、喔，有时候要叫人家做一个东西都要拜托人家。那因为那史迪卡大包买回来，其实要修改很多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到处在找说能接我们这个案子的人，愿意帮我们做的人，好不好？啊，所以这个还是有啦。我当然知道，我比你还想做啊，哦、喔，我比你还想做啊，可是真的没办法。要找到人做，我懂。德平，你的老狗夫咧，你到底知道他哪里坏？知道啊，刚刚不是讲过了？有吗？老狗夫有讲过吗？没有吧？就你刚刚的话要重新再讲一次啊！有在做，因为现在的修理厂真的对啊。那也因为我要叫料了，因为那个好像发电机坏掉，我要叫一个发电机啊。有没有人知道哪里有发电机可以跟科比讲？小狮为什么这么爱唱歌？人肉点唱机的由来是哦，我讲过呢，我从小在那个、卡拉 OK 长大的啦，对啊，所以就是小时候就是都在那边卡拉 OK 的沙发睡觉啊，听久就会了啊。再来一个就是这个平常喜欢哼几句嘛，现在比较没有在听的啦，小时候比较有空听，现在长大都没空听的。现在阿呆在听那种我都听不懂了。好，再来下一题，如果你们两个人只能开油电跟纯电的车。你会选哪一种？真的要选哦，纯电吧，要么就纯的。不是纯电，我电变哪里充？就拍 King 的，因为我没 King 这，我还是喜欢汽油的，对吧？
我还是喜欢汽油的啦，因为充电总是有个问题啊，啊电池坏掉也是问题，就跟太阳能手电筒一样，你后面放一台柴油发电机嘛，哦，啊哎，开开喊无充电站啊，你有叫后边后到拍开嘛，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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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应当讲会记你丢去外口，啊无你来臭死，臭死，对吧？吼，啊电个插嘞，啊你有啥使啊？对啊，哦，好，下一题，下一题，你们两个人开车时发生过最有印象的事是什么？最有印象哦，啊，就开到吊车，自己哈，啊，坐修车开到吊车，有那有印象嘛？我本来要回去宜兰的，就开一开，欸，奇怪，怎么突然没什么电？就后来发电机坏掉，挂在加油站，啊，就车子坏了，拖啊。那一天刚好隔天是中秋节，对，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本来因为中秋节是我爸生日，那一年没有回去，吓半死。哇，就过，就过了，就过了啊！我要回三三一了，我的三三一，那是对三三一，把它配回去的时候，哇，奇怪，那对音响先跳掉，一下子哎，后来加完油就动不了了，就掉漆啊。看啊，我之前那个 A50被撞啊，我停红灯，妈后面一台砰，我就看到了妈我中间的后照镜，因为我要老司机开车开久，停下以后都会看一下中间的那个后视镜，我就看车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砰干！我有看到他，我眼睁睁的看着他撞我。哎，你没有往前跑。来不及了，我怎么知道他不踩刹？我想说这人是刹车踩比较慢而已，没想到他是没踩。对。然后是一台那个玉玺的计程车，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下车了啊，他也下车，啊就他下车干嘛？你知道吗？吐。我看他在路中间在那吐哦，一吐，我感觉很恶心。我看他吐出来的东西哦，他真的在路中间就吐了，看到我就傻眼了。啊，你搞他弄，啊你给我等下吐，你看哪？对，哎，计程车司机一个。手机上，我好像食物中毒。我看你，我在小林上面中毒，叫警察来。对啊，对啊，我被毒，还被弄了。对啊，搞到讲你食物中毒。哦，我再去吃小笼包哦，感觉怪怪的。你啊，给我秘书哦。哦，后来警察来了，然后就叫我们回分局做笔录，对不对？然后我就已经到了嘛，然后到了之后呢，我就等了大概二三十分钟，哎，怎么还没来？我们分开嘛，一人开一台车，因为已经画完线了啊，还要回去做笔录。结果那个警察，我就跟警察讲，哎，然后我等二三十分钟，他怎么还没来？明明就重阳路跟南港分局超近，听到他对讲机响，噗噗噗，啊，他在路上又撞一台，他从重阳路要到南港分局的路上，他又撞了一台车，然后他就跟那台又被他撞的车又一起来。做笔录，三角关系。就来个阿旺，你叫龙，哎呀，我叫龙，你啊，我们两个被撞啊，那个感觉，哦，我跟他食物中毒，哦，我夹一小笼包，怪怪的，这样，这样什么莫名其妙，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为什么要到30万才开订阅数？因为无聊啊，我真的也不知道在无聊什么。一开始是这个听黑鬼东的话嘛，不要被这个数字局限了你的人生，对不对？嗯哦，我就把它关起来，对不对？啊，大家泰山一直叫我开啊，大家叫我开啊就开啊，啊什么时候开啊？不然30开啊就开，好，就这么简单，好，就跟我结婚一样，对，我当初结婚也不知道为什么结婚的，啊，某一天说啊，不然来结婚哦，好，结婚了，哦，就这样，好，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原因了。好，下一题，科比为什么什么都会？到底是怎么学的？国中毕业就开始学车，学到现在了，还在学啊，对，永远没办法毕业。下一题，你们两个人。生涯中遇到最难处理的车子是？没有修不好的车啊，只有修不好的人而已啊。只有钱不花下去，啊，都是人嘛，钱都花了，修不好应该是不会啊。应该就是你花不够，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就是你钱不够，花太少。花太少。对哦。好，下一题哦。二手车真的好赚吗？为什么能可以坐这么久？哦，这干的，这个安娜没试过西北皮，就尴尬，你知道吗？不是啊，哎，就是。他没钱，他做多久？他有钱的免走啊，好赚吗？其实不好赚，因为时间又长又累，我觉得是这样啦。啊，为什么做这么久？因为其实跟喜欢坐车子，所以一直坐车子就觉得，对啊，坐车跟兴趣可以结合在一起，就觉得不错。我跟你讲哦，二手车其实有一件事就是你坐久了，你没有办法很难转途了，就怕转斗，被转斗被错啊。就今麦隔壁今麦公司被收起来，转斗你被做啥？我嘛唔知啊。啊，中年失业就可怜嘞。小鸡骗子，这个骗子，人家倒还倒搬家。其实我常在分享说，其实前面的20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跟一般的，我甚至觉得比一般寿星阶级还要辛苦。准你讲诶，工时搁长，在外面弄车，怎么可能吹冷气？天气热，马咧拼车，啊对，啊天气寒，啊咧水冰到要死，对无？你手嘛是安尼，
水嘛是爱安尼用，对，我讲我这手永远拢袂好，我这手暖气永远拢袂好，对啊，这就是这样啊，这天气也没有办法吹冷气啊，天气冷天气热，工时又长。那当然，虽然我跟你讲啦，我们当然我们工时都是照劳基法，问题是对吧？你代志无做完，还是下班啊？想讲惯习啊，嘛是都留到很晚才走啊。你也不可能很少准时走，除非有事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被戏唔听话呢啦，就是。你觉得很难赚，很累，很辛苦，然后要钻斗又不知道要干嘛，哦啊，钻斗重学也不一定比较好。而且其实我中间有短暂休息过一两年，离开这个二手车去卖那个开小吃店嘛，哦，也影片有分享过，也是做一两年，干啊更累更难赚，对吧？啊，不是又回来，就像柯P讲，如果很好赚，有一天就看我们两个退休。对啊，那个退休啊，对啊，对啊，对啊，下次他妈出来直播就是他妈阿呆，大家好，我是阿呆啊。问你好漂亮啊、哦！就变这样了、啊。下一题，下一题，调表车这么好抓，为什么还是有人在调？里程调表器真的有用吗？哦，调表器那个我讲过，那个我知道，那个只是在骗你的眼睛而已。他那个之前 FB 打很凶嘛，我、你差些物件，你的表，你里塞表都没调。哦，是哦。啊、可是问题那是跟他骗你这个仪表板的目睭呢，其他地方都还在跳啊。因为现在的车子已经不是只有仪表板记录里程了啦。你钥匙也有里程，大灯里面的晶片也有记里程，明秀也有，明秀电脑也有里程，好，细给任务里程，所以现在你是骗那个眼睛没有意义啊。阻断器，里程阻断器那个我知道，那个阿路仔卖过来的，起码就让人调啊吧，嘛是有啦，但是我唔知影啦，对啊，啊，可是我们没调，我就不知道，没有特别清楚。我遇过就是建议站打错而已啦，最多的是这样，看错数字打错这样而已。对啊，可是那个打错可以去改哦。还是有人在问木曜啊，其实因为人家的那个订阅数比较高，而且除非人家来找我们，我们也不好意思去蹭人家啊。我蹭人家，人家也不一定会理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其实基本上我们的频道很少去找别人来做，对嘛？大部分都是人家来找比较多。其实我们不会看说哦，人家比我们订阅数少来找我们就不理人家，其实不会。我大部分有空，我只要题材 OK， 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答应。那主要是说我自己认为说我们频道不是什么很正常的频道，啊，就来都讲干话，冷笑话，攻防色笑话，我不好意思去找别人啊，对不对？所以就是哎，如果有别人来找我们，我们通常都很乐意，对啊，都很乐意啊。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我们之前拍了很多配合的 YouTuber， 其实我们通常 YouTuber 在他们我们在交换嘛，对不对？他拍一片，我们都拍一片他。其实大部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欠我们片子，我们都没有去要回来，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其他频道其实出现蛮多频道，可是其实很少我们把它找回来又拍，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欠我片子。那等我哪一天拍不出东西，我就哎，干、欸、爹，你欠我一片，来来来来来，好，所以就以后有机会啦，就慢慢拍，我们还是会去想办法去找一下这样，因为我们不好意思自己去找人家啦，其实是这样。刚刚说什么机缘出书的啦齁，我出书是这个，我其实最早是写部落格，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有机会你去搜寻这个小诗关键字，应该就可以看到一个叫什么比克邦部落格，比克邦，对，其实之前写蛮多，叫什么二手车，那时候就是还没有拍影片，所以就也在上面分享一些汽车的知识常识整理啊什么的，也是有记得柯P以前也有拍到他在部落格里面，对，柯P还年轻的时候啊，所以那时候就写啊，可能就有出版社就看到那个哎我的部落格，他就叫我邀请我出书，他就出了这样。从卖车的变成网红，有没有遇过什么有趣或困扰的事情？你两个啦，我两个啊，我觉得还好啦，只是说有时候出去还蛮常被认到的啦，就这样，他就是打个招呼这样而已，对，偶尔还会拍个照。上次夜市那一次啊，夜市也是这样啊，我就看一下，哎、欸，卖个手机这样看过去，走过去而已，哦、啊，就是对面买饮料，他就走过来，就拿手机，哎、欸，你看一下，你是不是这个？我说啊，对啊，那个他刚好看什么喷那个轮圈，他说对轮圈啊，哎、欸，这个怎么喷的？我说哦，教他这样喷，啊，他一直还蛮哦、欸，就跟那个讲说啊，这个就是在里面这个这样，啊，对啊，还蛮有趣的啦。有一次哈，我在那个陪我老婆逛街，有没有逛那个信义区那边有一个 H&M， 我就看到一个远远这样一直在看我，然后我就哎阿姨看啥？啊，后来就走过来说啊，请问你是那个电视上那个小诗吗？啊，我说哦，对啊，这个可以请你签名吗？哦，看到请我签名呢，哈啊，因为哦你刚刚在那个外面那边抽烟是不能抽烟的哈，啊，这有个罚单，可能要麻烦你签名。我操，你啊，我这更小哎，啊，你也别搞我拎出来，你叫我讲啊，讲分抽罚单就算了，签名就算了，你还搁先开被拎出来，啊我啊签完，我很喜欢看节目呢，我看你啊，你啊你可以在我多你啊，对不？对吧？你看着罚单。
他妈还喜欢看我节目，我多谢啦哦，谢谢啦，叫你幸福啦，谢谢收看啦。好，我能怎样？他、啊、有什么困扰，就可能比较不能乱讲话，因为我喜欢乱讲话，有时候泰山都觉得很困扰。有没有要扩大营业或开分店？然后就跟哎、欸，有人说胡烂，我跟你讲是真的，我认真讲是真的，没有胡烂。亲身经历，你看科比也知道，这不是胡乱的，好吧、啊？是真的啦。这顾伟啊，这顾伟啊。哎呀，这蛮久了啦，这蛮久了啦。啊，有公被扩大，扩大、啊。下一题，营业啊，因为亏分掉，亏分掉没分。没有啦，那个应该不知道，还在想。很多人来都问说，哎、欸，小师这地你自己的，我干，那我自己的我还要怎么办呢？对吧？还在思考当中啦。其实我是觉得现在这样的规模就还蛮开心的啦，因为在更大不会更开心，啊、更小也不会更开心。收过跟卖过的车之中最有印象的是什么？啊，我比较有印象的哦、喔，可能再过一两周会上片，就是我这个前两个礼拜去收，我生日去收 A250， 那个真的是近期内最感动、最有印象。啊，我这边卖个关子，好，大家之后去看那个我去搜宾士 A250 的影片，好、哦，就知道了。柯P泰山小师是一起创业，不是？哦，不是，我不是，是他妈泰山菜逼吧？你这么菜，对不对 ？H 大，我这么菜 ，H 大，你 L size， 哎呀，我是直播 size 哦，色情的形状L size， 没有那个，其实店也是我先开的啦，好，然后之后我再找柯P啦，因为我刚开始我也。不敢确定说我们店做不做得起来，他觉得哎、欸、做得还算稳定，好像付得起柯P的薪水，我再找他来，对不对？然后之后这个泰山前公司要被他做倒了嘛？对、哦。他跑来找我聊天说他公司快倒了，我说不然你要不要来做看看？哦，哦，来试看看。好，这妈的就来这边干，那也是妈的血海了。好，大概是这样啦，不是一起开的啦，不是一起开的啦。对。哎、欸，来来，老板娘来。谢客，来来来，这边泰山后面，快点，头发超懒的，戴个帽子跟大家这个谢谢一下，就快跑。好，老板娘今天不行，那你出声音就好了，来，麦克给你。谢谢大家的收看订阅，订阅起来。嘿嘿嘿，下一题，下一题啊、哦！对，老车博物馆真的放弃了吗？我是真的有点放弃了，因为这个我后来发现哦，在做这些东西都吃力不讨好，我们很多车真的整理好，你看像那个树立整理好十几万也卖不出去，干啊我花这十几万又没地方放，啊又舍不得放，看他那边风吹日晒雨，对不对？啊做嘴料几杯嘛就给我，就赔烂呢，你知道吗？啊一台车买回来、啊、花很多钱，整理得很漂亮，然后再赔钱卖掉，哎、欸、很奇怪，嗯，好啊，然后又要找地方租给他，因为我觉得。感觉会有那种万人响应一人到场的那种感觉，对，有点那种感觉啊。你看，就是看我们的流量啊，你看，其实，在那个树立那一片的影片的流量就其实就很差了。我记得十几万、二十万都没有。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老车这个东西，大家还是没有弄。啊，你看，哎，八代我既要做超跑，做什么哦，但人流量就管的，对不？讲较歹听的啦，卖讲超跑啊，泰山野马去改一个物件，凊彩嘛一二十万人去看。没啦，没啦。对不？啊，你要不觉得树立没人看？没有那么多。对不对？我们老车那么认真，用老车精神，然后去整理它，对不对？弄一弄。结果他妈流量那么差，我讲认真的，这是观众口味的问题。嗯、对，那当然一台两台之后啊，我又卖不掉啊，我放在那边，我又要去照顾它，我当然会觉得说，从流量就可以看出，应该是没什么人响应啊。而且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拍这种整理片最累，时间就拖得长，然后材料零件的话，有的要国外订又难找，那边弄半天，然后流量很差。我讲真的，真的不如柯P面图去改一改，那个泰山野马去改一改。或者是他妈的，我跟阿呆开出去，他妈讲讲黄色笑话啊、哦，对不对？哦，看那轻松，哎、欸，轻松赚嘛，对吧？我加赛哦哦，要不然就是妈像别台，对不对？找个来，今天帮你们介绍这一台，看它的水箱护罩，炯炯有神的大灯。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座位哦。他们怕不要坐在那，要不要怕点小草莓啊？你哇哇，阿老家怕草莓，一定爱怕草莓嘛。对，好上车应该会。会不小心露出来，要打个草莓，就算没露出来也要打草莓。对对对，反正就是打了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对吧？搞不好流量都在管，真正啊！啊，我呢该干杯戏，精力干杯戏啊！泰山五粮西亚哦，他们常阿呆他们呐、啊，跑那个修理厂，跑来跑去在那边跟拍拍那些东西，那个真的也很累。有时候泰山一拍拍到晚上10点11点，所以我觉得哦，那做这个东西有时候会很失望，吃力不讨好，所以我才觉得说啊，老师博物馆啊，假卡巴哎呀。
痛。我们自己自嗨而已啊，没有那么多人在跟我们嗨啊。要不然以后整理老师，我们今天整理的是素逆，他是左排的哦。哎呀，东西掉了，我看着。哎，客人都有机会啊，你可以配音啊。不是捷运哦，我说的不是他哦，我说的是别台哦。有没有想给踏入这一行的年轻人什么建议吗？什么建议哦？你行我后啊，想清楚了，想清楚就好了。对，想清楚就好了。哎，不好踏，小心点滑倒了。建议哦，吃苦耐劳，乃招后用，拼第一，你就知道了。马克思的名言，需要人家建议，你就不适合来做这样。马克思的名言啊，对啊。啊，他说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你都会怎么样？这个寻求帮忙哈、哦，好需要帮忙，你就不要进入这样。比如说，没有啦，这个、哦、我跟你讲，其实哦，我觉得要有180%的热情，你要喜欢车啦，真的要喜欢车。而且我刚刚讲一件事情，你很喜欢吃薯条，像你每天吃三餐吃个一个月哦，你也会觉得很烦，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兴趣热情是会被磨的嘛。妈，像柯比对不对？前一阵子看到车都想吐，啊，柯比刷家，啊，讲到车子都想吐，有没有可能有啊？哦，所以其实还是真的要有觉得，而且我觉得要转化心情。你看，像我也是卖车卖得很烦，最后转化心情来拍影片分享，就稍微就可以再撑一下子。啊，现在影片拍得又有点烦，有点烦、啊，不知道要转什么了。没有啊，各行各业都一样，只要你有心有兴趣，什么行业都可以做啦，也没有什么建议啦。我认为其实现在每次应征都有很多人来，可是很多真的做没有三天就GG了。这个现实总是跟想象的不一样，你知道吗？哎呀，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啦，你是不是常常去人的那婚礼，看人的婚礼 MV 对吧？哦，哎呦，他们的新郎新娘的那个交往过程，哇，你看就感动的对不？啊，你有想过干你屁事啊？像我在那边看，我只在等龙虾什么时候上而已。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影片其实有渲染的作用。你在看他们影片，好像叫恩爱哦，求婚啥有无？啊，你玩家小拍的时阵，伊敢袂放个影片给你看？对吧？嘿，婚礼的成长 MV 哇，对吧？两个你两个线来线去的时阵，伊个片段该放起哩，不会嘛？哦，两个你未拄好玩家小亮小拍的时阵，一定不会放，都会放好看好笑的给你们。那我们的影片也一样啊，很多人看了我们影片，觉得我们好欢乐啊，所以我们一缺人，他就想来上班。其实他忽略什么，背后的辛苦是更多的，而且是多很多，然后浓缩那个好看好笑的给你们。我们常常讲。你看一个20分钟的整理汽车的影片，我们可能素材拍了不知道几十个小时，然后我们把那浓缩成20分钟给你看，哇，你看的哇，好棒哦，好哦。伟哥的那个影片也一样啊，看他拍几个月，半年。啊，他都长高了，你有没有发现？他拍到后面，他都长高了，你有没有发现？对哦，这个奉劝还是说不能只看表象嘛。好，来，继续。听说你们两个当兵都在外岛，啊，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去到外岛，第一件事我们坐船去的嘛，去到的时候看到一个岛，写两个字就金门了。我们都在金门当兵就去，开车开了半天啊，竟然没看到一个营区，没有像我们台湾这样，就我们都睡到那个山洞里面。印象深刻，竟然是。在山洞里面，营区我们的营队都在里面的，蛮神奇的。金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大概就是，你只要不管你到哪个营区去哈，那时候的营区的时候我都蹲式的，你只要在那个蹲式的水箱都在后面的挂在后面的墙壁上，然后你就去找那个水箱跟墙壁的接缝里面，一定都会塞小本的，一定会有。你去不管什么营区，去陌生的营区、别人的营区也好，有时候去训练嘛、受训什么的啊，你只要在厕所后面这样看，抽一定都抽得出来，一定都抽得出小。本的，你知道吗？那时候还有那什么爱情金红灯，然后还有第二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边有打手枪店，你知道吗？金门有打手枪店，柯P不知道，我有跟他讲，金门有打手枪店。我很多那个什么同年的都会去啊，我去干什么？对不对？妈的，我参衣呢，讲到休假是不是？自己画假的，过来 suck my dick。我都排假的嘞，听说你想要鞭打呀？你女朋友生日是不是 ？Come on！ 哦，没有，看一下，有那个打手枪店，你知道吗？你在一楼哈选片子，那时候有那个 CD 嘛，它的目录都盗烧的，啊，你就选好，好，啊，就楼上多少钱付？楼上就一个小房间，一台电视放，旁边放一包卫生纸，旁边放一个垃圾桶，打手枪店，真的有，真的有啦，真的有啦，自己打。这废话，不然我以为是
人家帮你打一个洞，然后插过去，然后那边有人，对，阿姐老阿公在结婚呢，老阿公老阿公你还绑阿边啊，你还结婚，那就你还叮当了哟，好了没？老阿公很厉害，就对了。啊！人家遇到泰山洞，拿一个筷子这样，不是啊，摸不到。哎呦，这真的啊，那这靠注意，拿一个筷子。好了，最后一题，好累啊。哦，就是以隔壁还有伟哥的消息。有啊，还在赖啊。哦，他现在我林三还稍微多少？冲了，可以大地主哎，大地主哎，大地主，我厉害哎，大龙者。哦，他什么时候餐厅也做，现在在跑去做铁工。伟哥是这样哦。其实哦，我讲实在话，当初我们做这个东西，那它会这么多人喜欢看，我们也是意料之外。但是站在我一个当老板的立场，我为他付出这一些，我绝对不会想着说他有一天会回来。你知道意思吗？其实我是嘛，从来都唔捌想讲伊会回来。现在小朋友是这样，处理刚刚放鸡蛋来就丢掉嘛。对啊，真正处理刚刚放鸡蛋来算丢掉安尼啊。所以其实哦，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当老板一阵子，我会觉得说很多东西，如果你的付出是要求回报的，我觉得这个付出就不单纯。对啊，你是有目的的嘛。你对于后是希望一回来，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要付出，就不要去求回报。好，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啦哦，跟大家分享一下伟哥的这个啦。因为也蛮多人在问伟哥这个事情的。好，结束了，问完了，耶耶。好，今天也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哈，哎，差不多哎，问题这样来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哎哈，也还蛮准时的。好啦，那今天这个时间差不多啦。泰山好帅，泰山好帅，哎，泰山好帅，可惜啊，你屁股洗干净了没？洗干净很久了。要说泰山帅，首先你要先把屁股洗干净。是泰山要把屁股洗干净。不是万能的啦，泰山算万能的。万能。對對對對，我真的是万能。我想你如果要屁股要洗干净呢，不用洗太深，浅浅的。你洗浅浅的就好了。好啦，那最后我再让大家听一下我们的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好不好？好，那希望下次很快500万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再一次见面，好不好？嗯，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拜拜。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收看啦。